去。朋友啊，启程的时候到了。创作者优子是日本3.11大地震的受灾户，希望能为烦恼不安的年轻学子带来前进的力量。日文系练唱气氛活泼和乐，他们要将戏上融洽的感情及对音乐的热爱融入歌曲之中，让大家也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勇气。掌声欢迎日文系。Thank you.
谢谢日文系。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传播学院大一大二不分系，指定曲《正大小歌》，自选曲《新登鲁冈死 blue》，指挥朱志阳，伴奏林泰宇。传院的自选曲